喂，小蒋，我们先去那个王总那里看一下，先把那个事情先给他对接一下，行吗？耶，我让小妹打电话干嘛？哎，喂，小妹。怎么了？啊？赶紧回来！说出事了，你赶紧回来！害怕。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。我是出事了，你赶紧回来，我害怕。啊？等小妹说工作室出事了，就我们赶紧回去。谁过来了？慢慢说，谁过来了？是什么情况？他打你了吗？这就不能出去啊！那怨你，不用怕。